继续呢，我们再来进行闽南语的歌唱比赛。接下来这位挑战者呢是邱俊雄先生，文质彬彬的邱先生带来的挑战歌曲呢是《情泪》，让我们来给他热烈的掌声，来为他加油，邱俊雄先生。男儿情泪，为何闪烁的一滴流痴，暗淡无怨气。亲像对阮来表示加添新意味。情泪，为何滴脱轨？咱两人会来分开，也是不得已。女人重情，男儿重骨气，卫冕者蔡小虎先生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怀念歌曲《安平追想曲》，来，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卫冕者蔡小虎。心情花红当阳春，风吹金花似青露，想浓酒何妨饮心酸何痛。一时走船啊渡风雨，万文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相思走着海面风，海风无情笑阮戆。不知错乱啊心茫茫，拢想自己，不知爹亲啊二十年，思念成袂见，只有今时你，予阮母亲啊做慰藉。盼阮思乡里听母初讲起，愈想愈恨愈哀悲，到底现在生也死。好，赶快来看看成绩是。挑战者，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。来看看卫冕者的灯数是，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。红灯。我们看看我这边挑战者19、20、21分。来看看我们这边卫冕者的分数是18、19、20、20、21。再来。哎，哦，来来来，哦，21比21。哎，邱俊雄先生是也是从高雄来的吗？没有，我从桃园来的。桃园啊，您是北部，哎，那是南部。南部南北大对决。对决，真是。好，在下个礼拜。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也多带一些亲朋好友来做现场的拉拉队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非常欢迎您下个礼拜再来参加我们节目啊！来，请回座，邱俊雄先生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也请我们的卫冕者蔡小虎先生再一次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